今天起这么早化妆的原因是，要带我快开学的妹妹，然后去城里放松一下。她初三学业比较紧张，所以就虽然她学习不怎么好吧，但是该放松的、该玩的还是要带她去玩一下。我手上用的是 HBN 的这个熊果干净萃水，里面的小气泡颜值超级高，都是精华分子。过年熬夜太严重了，就天天打麻将干嘛的，然后早起晚睡，然后脸上就特别的黄。用了大半个月，感觉去黄提亮的效果就是很不错，它这个水很清爽，过年就吸收的也很快，其实还可以做一下湿敷什么的。就是告诉大家，美白这种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形成的，它是要你天天天天坚持不懈的去使用，然后才会有一定的回报和效果。虽然美白这条路非常难走，但还是希望大家坚持下去。今天就是化一个比较淡的妆嘛，因为在我妹妹面前，虽然我不是太愿意去化大浓妆，然后去影响她。其实，在我家人面前，我化的妆都不会太浓，我自己也想以最乖的形象出现。不是说化浓妆不乖，我爸妈他们平时也都会看我的抖音，虽然我拉黑了他们，但是他们一样有办法可以看见。看着天边似的烟尘，也看人赴汤蹈火去走台。